希望就有一些歌是那种啊，他怎么会唱这首？这次的老歌占的比例多吗？哦，对不起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做小巨蛋，我们这次的舞台还蛮特别的，有一个延伸台，前面的人应该伸手可以摸到我的脚。其实我不怕接近人群，我是担心我唱不好。但你自己没有遇过，就是演出你觉得比较那种惊险一瞬间的经验吗？走到台前，本来很优雅，那线都没收好了，绊倒吗？那怎么办？当下心里起来啊！你很冷静哎，这不是正常人。我趴在地上哭啊！我们在 EC Fight 就常常，因为人很多嘛，就前面一二三这三桌轮回。因为啊，只要人多的时候，他们一直举手要请服务生过来，都看不到啊。所以我就唱到一半，我就说先停一下，你要什么？炸鸡还是？你们这三桌要点什么，就直接跟我讲。我用麦克风比较快。小巨蛋的门诊。这次的老歌占的比例多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先去旁边跪了。哎，这段剪掉。因为你一定会有你想要听到的歌，那我也一定会有我想要唱的歌，然后在中间取得平衡。我想要当一个自私的歌手。你有开放要网络让大家来点歌吗？我没有开放他们也点啊，就不要理他。因为通常都是骨灰级铁粉才会点那种，比如说以前的 B 面那种。你会讲 A 面 B 面就是卡带的时期，很多好听的歌都在 B 面。对，那你这次有这种歌曲？当然。就是你想要让他。就希望就有一些歌是那种啊，他怎么会唱这首？所以是哪几首会唱？现在告诉你。所以演唱会那一天。小朋友会去看，会去看。那个好朋友也会去，很多好朋友。我们说的那个会帮你。我又发了从初恋到，真的假的？不要乱讲话，开玩笑的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不开心，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